摄影机、空拍机，还有这个灯光的系统。那军文社是国军单位里面唯一使用电影制作的器材来拍摄采访的单位，为国军写记录，为国家写记录，朝向国家级的影像中心来迈进。那最右边的这个看起来比较有历史性画面，就是当初总统任陆委会主委的时候，到政战学校，现在改做政战学院参访，还有汉森电台参访的时候，我们也是。但总统现在看到这个画面，相信一定有吸引到总统的眼球。你已经开始在是的，刚刚进到前面简报区、播放区的时候，我们的画面就透过无线图传的技术，都已经传到这个作业区。好，是谢总。总统，那才请随我进到这边。总统好，谢谢你守护中华民国。希望我们毕业后可以像歌迷一样放手去做。那我们就毕业典礼上见喽。感谢您不畏艰难的守护着我们，我们毕业典礼见。高总统，请您在这里不帮军文社签个名，作为纪念。是，从这拉的。是。快出院了。好，你好，你好。这是我做的卡片，要送给你。谢谢。谢谢总统。现在没问题了吧？那你今天没有跑外勤？没有。来，好。好，总统，一组在那边。三。三。二一，这是你画的吗？对，那我应该签在哪里？签在这边。好，谢谢，加油，好。奋斗，这个是关机，每周必读，在紫光园必要必读的一个刊物，包含无人摄影车，还有空拍机。这个摄影车好可爱。使用者、消费者或读者，他在看的时候，他可以用手机或平板电话。朋友或者民众，他可以戴上眼镜，感受从台北上空跳下去的一个刺激。好，好，好，好。是，你，高总统，这个地图。你跟军文社有互通吗？我们在局长指导是跟军文社，我们一直打团队这样，所以我们说一直，我们两个是兄弟单位。那他那边做一些东西，我们这边有很多平台，也可以发送。那我们这边上。真好。没错，我现在就在我们国军录制一分钟报新闻的摄影棚。我们也看到了军文社的新闻官陈彦祖冒险的精神。我是总统蔡英文，我们下次见。哇！按拇指并且喊赞。那请看前方最高的那只镜头。好，国军队最强。谢谢总统与我们合影。谢谢总统。给把刚刚的这个历史性的一刻致赠给总统。马上执行秘书了，这个是我。谢谢。谢谢总统。谢谢总统。最后，请大家拿起手机，搜寻国防部发言人以及青年日报的脸书和 IG， 按赞、按追踪。还有，不要忘记刷爱心。我是总统蔡英文，我们下次见。